是静宜大学台湾文学系的助理教授黄国超。很高兴这次有机会来担任 PEPPOL 公民新闻的客座总编辑。那我想在这次的这一集里面跟大家分享一个部分，就是说最近反服贸的议题，那引起了整个台湾社会各界的关注。那我们在这个社会争议的过程当中，那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说不管事情发生到现在，那我们有一个很大的疑问是赞成或反对的，其实对于服贸这件事情的理解都是非常的缺乏的。好，那这件事情除了彰显几个部分，第一个就是说政府仿佛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不太愿意促成就是民间的一个公共讨论，那重点是说政府没有扮演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公共讨论的角色，理当由所谓的台湾的媒体来担负起。那可是为什么就是说台湾的主流媒体也没有扮演起这样的一个就是说告知或者是讨论的角色呢？我们会发现就是说每天你打开新闻，你所看到的可能是雷神巧克力，你看的黄色小鸭，你看到很多高凌风就是逝世的消息，但是关于攸关那么多就是台湾人民民生的这些法案或者是服贸的相关资讯，我们通都没有。那这里我们不得不去担心台湾现在的一个很重要的民主危机，就是说我们都知道掌握了资讯然后或者是说让人民无知是巩固一个国家威权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治理的手段。那在民主社会里面，媒体就扮演起监督政府执政或施政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功能。那我们回头来看这次的反服贸的所有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了主流的几家媒体，那他们被就是在立法院附近的民众那包围，然后抗议，那甚至有学生或民众拒绝被采访，理由是什么？因为我们会发现这些媒体呢，长期以来呢，就把这些学生的抗争扭曲，然后呢花边化，或者是说把它暴力化、妖魔化。那我们也看到了，就是说在立法院外面的这么多的 SNG 车，可是却比不上在立法院里面的一台iPad 跟一双拖鞋能够24小时的直播现场新闻，让我们来了解。那我们在这里就会发现，就是因为台湾媒体的失职，那致使说非常非常多的青年，他们不太愿意看报纸，他们也不愿意看这些电视，他们宁愿用自己的方式，比如说透过网络直播，然后透过社群网站来获取第一手的消息。那这也带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我们今天要谈的一个议题，就是说公民媒体它其实是或者是说 PEPPOL 这样的一些公民新闻、公民记者，他们在此时此刻正扮演起台湾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平衡报道，或者是说告知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就告知大家各地的发生新闻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角色跟职责。那在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三则的公民新闻报道里面的，首先的第一则就是反服贸抗议，然后台中场的新闻。那这一场的反服贸抗议，我们都知道在台湾遍地开花但是就像我刚才讲了，主流媒体它不闻不问也不关心然后呢，所以我为什么会去推荐这一则新闻，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透过公民记者，然后透过公民的力量，他把各地遍地开花这种民众的集结，然后民众的反应呢，真实的就是说让我们一起分享，然后一起了解。那这是我觉得说非常非常重要的地方。而且在这则新闻里面，他用了很多的就是外文英文的抬头标题字幕，那他同时也可以让我们台中这么 local 的一个地方的反对或抗争活动，那传播到其他的地方去那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二则新闻其实是跟这个有关，但是它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相对来说又温馨很多那这则新闻是亲子共学上街头，那绘本交换谈服贸。这则新闻同样的是发生在台北立法院的就是反服贸抗议的现场，但是我们会发现就是说台湾亲子就是共学教育促进会，他们有很多的就是家长那带领着小朋友一起站出来，就是说支持反服贸运动。我们都知道小朋友在整个社会里面是相对弱势，然后比较少被发生的，我们在所有的抗争活动里面，我们很少去注意到小朋友他们是不是应该也被
就是说被告知，或者说在这个就是说作为一个公民的一份子，他们要怎么样子去参与，然后了解服贸对他们的未来的影响。那我觉得这个新闻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告知了我们大家，也帮我们大家上了民主的一课，就是说他们透过了就是说自制的绘本，然后呢透过了很多的故事齁的情节描述，那让小朋友来了解这样的一个就是说经济的议题，那并且他们让小朋友来投票，他们赞成或者是反对，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然后也是很值得大家就是在未来其他的社会议题，比如说核电或者是其他能够学习或者是说仿效的。那第三个我想跟大家推荐的一个报道是弯腰市集，那建立民众小农的交流平台。那这个报道其实跟我们前面所谈的两个新闻其实是有很多的关联性。怎么说呢？因为其实反服贸它不只是一个经济的一个反对，其实也是一种对所谓的生活多元选择的一种什么的一种态度的表达。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当整个贸易自由化或者是说贸易越来越全球化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我们的很多的食品安全、食物安全事实上陷入的另外一种就是危机。那弯腰市集它刚好点出的就是说它是一种新的生活选择，那这种生活选择建立的一个很重要的两个字就是所谓的信任，生产者跟消费者之间的信任。那这个刚好也是我们在服贸议题里面、全球化议题里面我们不被看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就是说我们想要保持我们的生活方式，那我们也希望说我们可以支持，这样一个多元的一种生产或者是说消费。那我觉得这一则弯腰市集是可以把我们统整起来，然后也彰显台湾的多元跟民主的价值。以上的三则公民新闻就是我这次为大家所挑选的报道，那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够投入公民新闻的行列，那为我们土地上生产出更多元的报道。